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准时收看秦之声，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海涛。今天呢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，仍然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悲靴纺帅台前幕后的故事。首先来为各位介绍一下做客到节目的两位嘉宾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这部戏的导演王少华老师。戏迷朋友们大家好。也让我们来欢迎这部戏的主演刘建奇，欢迎。戏迷朋友大家好。在节目一开始呢，先和王导来聊一聊啊，这部戏呢在舞台调度和演出阵容方面呢都有哪些考虑和设计呢？这个戏呢就是贺导说，我们不要人太多，虽然我们的前台的角色不多，但是我们基本上都是配了两组演员，而且在整个排练过程中两组都是排出来的。对，最初的排练过程中，刚建奇也说了，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用心，特别在贺导这个主持下，我们在从做牌开始也做得比较扎实。贺导一直说我们还是要这个继承传统，在传统的基础上，我们来应用传统来产生一些我们这个戏所需要的所谓新的表达。所以呢，我们开始呢，在一场的时候，我们给才俊主和杨六郎设计了一个长水秀。这个长水秀我们是一个是用来表达他对杨六郎离去这个悲痛，然后再表达出杨六郎回来之后的一个惊喜，两个人的一个劫后余生的这么一个惊喜的这么一个状态。然后继而下来呢，他们又要去躲藏，藏起来这个，我们试图用这个水秀来表达一些这个情感。然后下来二场呢，他是由于是八贤王来请这个寇准去睡杨家出兵，然后下来呢就是他和八贤王的这个在去与不去的这个斗争过程中，贺导专门用了这个凳子来表达这个相互的情感。这一场我觉得非常非常好。一部作品我觉得它里面的看点是挺多的。对、啊、就是不管是台上除了主演以外，其他的演员他们身上都是有戏的。对、啊、都是有戏份在里面的。所以呢，这也需要整个团队的通力配合。通过前两期的节目，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个戏它的表演风格呢，可以说是文戏武演，是，然后武戏文唱，是啊，是，它有动有静，边唱边舞，而且呢给人感觉有的部分挺这个轻松挺幽默的啊。但我们大家伙看上去轻松，其实表演起来真是要下很大的功夫在里面啊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片段再来感受一下，一起来看一看。建奇跟我们说说你排和演这段戏的时候的一个感受。其实排这段戏的时候啊，因为它前边我们是最早是在平台上处理的，所有的舞台下边斗马的全部在舞台上，都在那个上边平台上。结果呢，又上边又往下来走的时候，一下子它又时间太长了。其实这场戏是改动最大的，但是排的是最早的。对，这段时间排的是我们在什么时候排的？就是疫情的时候，大家全部休息了，我们没办法排，所以他们两个就把我抓到那儿。我们这是小郭单草出来的，就他一个，我两个人练他一个。对。就是这个戏，其实最后改动的还最大的就是这场戏。就是、这场戏确实从导演或者是从我个人，也其实都动了好多脑子。不停的在调整。因为这场戏可能就是我，当时看到这个本的时候啊，我们两个去拿本的时候，其实我看到的第一个最让我最开心的就是这场戏，对，因为其他戏我都知道。对，因为这场戏不知道，这场戏是新，等于是这是梁国老师加进去，梁老师新加进去，哎，对，情节。但是呢，这场戏他给演员留下了无限的空间，表演空间，你怎么样演都行，就是你动多也行，动少也行，对，就是给演员留下了特别大的空间。其实这样一段戏挺能够展现出一个演员的专业的素质，对，这样的他对基础功的要求特别严，是，就是一个就是他的行为动作，有些动作几个动作下来，啪，
就是我们舵泥定死了，不能动。但是就因为角色的需要和情感的需要，就他以后有些动作下来以后，你亮相习惯像是往左亮，但是我们觉得你往左亮这个相不舒服，你要往右亮。嗯，这个对演员其实是一个，因为你习惯性，习惯性了，它是个肌肉记忆。是，我这样过来就这样，我是演员，我是顺的，但是我觉得你不对。还有一个难点是，我觉得让我开始最憋的有一个什么？一般我们要求是，比如说这个舵泥必须叭大噔一下舵死了。舵的不动，但是他有些地方，他说你这舵泥舵住了以后再动，摇不能站到那儿不动，你舵泥跳起来蹬，就这样摇着不能倒。他是这样说，是我们练功的时候，我们就这个舵泥就在练，谁这个叭蹬能停住不动，这是我们的要求。大家都在练这个东西，但这些也是有些是这样用的，有些是要你练住了，比如说我们觉得很险，站到一个山边上了，哎呦，你得动，你不能停，停着不行。对，是让人，尤其是这些地方，就让人开始排练的时候有一点很不好接受，就是有点说，我舵泥你不就没让我舵住吗？怎么让我还要那个什么，让我要动起来？有这么一种，包括这些整官，这一点的这个整官啊，他。你看他这个拽裤子，其实他里头有很多是实用性的，这整关是一种表演。看他这一下，看这个手在这退了两下，是第一下他是常规用的，那个偷了洞的那一下，他是要把这个靴子上面那个有一个带子把那个去掉，下来要出靴子，那个取不掉你就出不了靴子，就有很多。你这属于高密，严密了。其实就是我觉得一个舞台上演员。有好多东西是明的，有些东西有很多东西是暗的。其实好多东西，你看他在舞台上不乱，他都是暗地里做好的。你之前得在、是他暗地里做 好几个点，是就跟你在那个点上必须把这个做好。然后三四个点过了之后，你才能用它。对，你要不在前面把它做好，到这儿你就完成不了了。对，要提前先铺垫好。对，就像这个过检，就是大家这个过检太多了。就这个，就是很多的这个老生也好，虚生也好，过检，都有这个，这是个传统的东西。我们也对这个传统的东西进行了一些，算是一些，一些开掘吧，就是有些东西是拧着走的，对，有些东西是翻着走的。这个剑奇呢，就是他一个是功底比较扎实，对，还有他这个年龄优势，反正就是。你给他弄啥都敢弄，有时候真的这个我就经常我们在作为我们导演，你看看这个，这包括这个，就我们导演经常说，我们演戏这个戏是一个，脑体力情感劳动，你得用脑子把它理顺，对，你得用这个体力能表现下，特别这个戏，你没有这个体力你是下不来的，是，但是你这个体力过程中，你把你的泪要藏起来，要把寇准的泪要表现出来，对，就是你这时候喘气的时候，你得是寇准喘气，不能是演员喘气，是，这个就很麻烦，诸如此类的这些小的东西，其实对演员来说。非常非常吃功，也非常非常的。还有的地方唱的时候，咱一般想象就是这个，在这个唱时候，我可以把我的声音控制好的，音色好听一点嘛。他们可不行，你这会儿你这不是控制吗？你这是在卖唱。对，这不是你，我需要你那个，就是那个颤颤巍巍，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一，我要那感。唱腔和表演都是要符合人物此时此刻特定的啊，对，这样才能够更加贴切剧情的发展。是好，谢谢，也再次感谢两位的分享。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就让我们继续来欣赏非常精彩的内容，一起来看。老伙计，你看这三高露蟹，用不着你了。
老伙计，你就在此歇缓歇缓，等我回来，咱慰劳于你。我这里爬坡攀岩绕险径，哎呀呀！帅的我腰困背酸，两腿疼啊！
当年天元散去当先留，正儿里奏存传在凤鸣琴呀，哎，往返行走五十里，不觉的泪抹去一捆，步履轻盈，快如自从圣洁看样子做了高官，去边境出卖骑着马上朝把教城替太法府，身份丢掉了八三社碎的基本功，看来还得多走到乡间，关山尽擦明清，清风无名身自清来心自明心自明。
坐吧，我也要回我长安老家去了。寇大人，莫非京中出了变故？老太君，听我慢慢的。
您现在继续收看到的是秦之声，我们的精彩呢正在继续当中。刚才呢说到这部戏啊，看上去它是轻松的，是幽默的，但在表演上呢还是非常的吃功的。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欣赏到的这个片段里面，它就是讲述的翻山越岭、跋山涉水，对啊，还有这个三次脱靴子，对啊，抛靴子，还有接靴子，可以说呢难度是一次比一次大，这些呢都是非常考验演员的功力的呢。那建奇给我们说说，像刚才这些一系列高难度的动作都是怎么去练的？北雪纺帅这个戏里边啊，它大多少是技巧，这个技巧按我们一般的这个常规的演排练的话，一个本戏可能就45天吧。嗯，对。但是这个戏你要用45天时间是不可能完成的，就里边的技巧你都完成不了。他们两个是有一个句什么话是吧？说是导演是干啥的？导演就是炸演员的，我不把你榨干，怎么样把你榨干，把你身上的东西榨干了。嗯，自从这个戏开始，我每天晚上我没有提前12点钟离开过排练厅，我每天给我自己定数字，就是我这一项我要练踢多少个，嗯，然后踢够多少个以后我是成功多少个，嗯，我不是说我今天踢了100个或是200个，我是踢200个以后就是我要成功200个，要是踢到199了，错了，重来。有些人就说是，哎呀，你拖着把人能拖得烦死了，我看都看得烦，你不烦？我们这个戏的有些要求呢，让你要放松，完全放松，他是要让要把寇准的那种拧劲儿和他此时此境的那个心情表达出来，那你要把它很讲究，那就不对了，所以我们就让他放松下。观众可能看的就是谁这一会儿肯定累得很，其实恰恰相反。大家感觉，因为这会儿很好玩，很轻松的，很轻松的，其实那是最累出来的。所以，是不是有时候想想挺佩服自己的这种毅力的？确实，确实，通过这个戏，我进步真的很大。嗯，为什么呢？你看，我每一个动作，我自己我都写的都有东西。这个动作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这个动作是什么？我要把潜台词写出来。甚至我的这句道白，我应该用什么情绪说？是为什么要这样说？我都有记录。对。其实我觉得这样做真的特别好，这也是文艺工作者对于艺术的一种敬畏和尊重，就是特别对于舞台的这种尊重。对，特别戏曲还真的不容易。就比如说，就刚才说他练这个靴子技巧，所有的戏曲演员，只要你看着他台上出的技巧，那他一定是拿数字加起来。就我必须，比如说我这个靴子我出100个，我要接住50个，接不住50个毁了，从头算，就都是这样练。包括一些枪啊技巧，戏曲还真不容易。总的来说吧，只要你在观众视听范围内的，你都是自己要下过功夫的，对，而且要合情合理在人物之中的，对，那真不容易。嗯，所有的行为你必须要有心想，你心里没想，你表演出的这个东西只是套路。 对，好，谢谢，再次感谢两位的分享。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欣赏非常精彩的内容，一起来看。将人，又，东回南朝。
夫，听说这个寇老仙儿大闹天伯府，让个少妇丫头给撵了出去，为何寇大人？我养父非故记挂，告诉贵人，宋王意欲杨家荣贵活动，你为何披星戴月，设为绿线，将老太君拜会？君主啊，老太君去而复返，都是一番为谋心肠。地窖之中藏着活人，你就别再瞒着他老人家了。口罩喜似如太阳，放肆子也还来，喜也还。
呀家眷已是皇恩，我大宋再不能让教师既流血又流泪呀。
老太君考准百天。铁太君一袭花汗铁地冬，叫孙孙报恩的大义兵。好了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到这儿呢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。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，也要感谢我们现场两位嘉宾的分享，也希望您在下期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非常精彩的《秦之声》，让我们相约下期的精彩内容，不见不散，再见。